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双恩，钻进图的那一个。今晚的还是罗尔全新的造型，仙灵洛鸟。它的名字叫仙灵洛，它是一只鸟。既然是鸟的话呢，当然会飞。那我们就来教大家如何玩罗尔起飞吧。一开始呢，他们却在一等团战哦。玩中路一等的时候，记得不要太靠近草丛，战士啊、辅助啊，跑速比我们快。如果前面被他们耗到血的话呢，会很麻烦。这边我们的目标先把兵线清掉，稳定上二等。那这个技能还这么凶，消耗一下他。先别急着交技能，近敌方必掉过来这边 ，OK， 一套连招，把敌方紧环速打残，成功带走，帮队友拿个手杀，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哦。OK， 还能再装一个瞬移，逼走敌方阿莱的瞬移。阿莱这个英雄呢，其实有一点点克制我们。主要呢是我们害怕阿莱大招被他绑住的话呢就滑不起来，但是呢因为阿莱手很短呢，所以呢只是一点点趴而已。右上角是我们建议的出装以及 ROE， 核心魔纹呢带恶魔觉醒，有点讽刺哦，是一个天使呢，竟然最好的魔纹是恶魔。出装的部分呢，基本上核心就是恶魔微笑跟生命法杖，后面的装备呢随便你配哦。如果敌方有很多回血啊、吸血啊，就带聚魂露。如果想要暴力一点呢，就紫伤、巫妖王冠跟绿树。小法球呢出不出这一点，其实见仁见智哦。如果你没买小法球呢，可以更快买出恶魔微笑，可以比较快长大，但是长没那么大。如果买大法球的话呢，当我们买出恶魔微笑的时候，就长得很大。毕竟呢，大法球的 CP 值很高哦，它加属性呢、生命值、魔攻、冷却都很好用。上路呢，由于我们打野刚刚没过去哦，我们过去人也于事无补。本来只想要尽量帮一帮，也帮不了太多。我们先扎扎实实的发育。罗刚上四等的时候呢，有一波强势期，之后呢就要好好的发育哦。可是罗尔这版本有点间接，我们的强势期呢在于中后期，若到大后期大家都满装的话呢，我们很容易被射手秒杀。所以啊，玩罗尔的话要把握好我们的强势期，直接一波团战打赢呢就结束游戏。拖太久的话呢，绝对不是好事哦。基本上补点伤害哦，希望队友能够收掉他们。最后带我敌方紧，那样的话呢就有赚。目前为止比数4-2，这边我们队友追得太深了，上路防御塔兵线呢需要防守。这波洗掉之后呢，还有下一波。稍微跟史兰兹换个线，像刚刚啊，如果我一直待在中路守住我们的中路的话，上路兵线就会完全亏掉、哦。像这样子，我们帮他守塔，帮他补掉上路兵线，而史兰兹也可以去中吃中路兵，皆大欢喜。敌方阿莱刚刚叫了个大招，沃玛尔辅助过来帮一帮我。敌方锦好像有点冲哦，我知道他会吃那个鸟的，从后面来，一套连招消耗一下他。锦胶不暴击呢，我们都不会太难过。OK， 敌方的打野是赵云，我们要注意一下赵云的存在哦。会玩的赵云呢，会等我们二技能滑完之后，一套直接把我们秒杀。毕竟我的呢真的有点脆皮。看超人想干嘛？稍微在安全点的距离清兵线守塔，注意阿莱的大招，有些阿莱呢还会瞬移加大或者急走开大。上路目前在打架，赶紧去帮忙。超人残血，他跑太快了就算了。敌方赵云冲进塔了，我们要往里面打。 OK， 赵云先死掉，敌方这一波三个残血，有收掉我们兔子啊。我也想留下阿莱斯特，后面两次残血先收紧好了，紧跟阿莱比较重要。超人 ，OK， 超人跑得有点快哦。
这边希望我们的翅膀能够稍微冲锋一下，慢慢的飘，好像完全追不到。那这套打完下去呢，没打死他那就算了吧。跑得快的坦克呢，稍微有点麻烦，有时候不用太执着要杀人。前中期啊，先把经济搞起来比较重要哦，别忘记罗是一个中后期的角色。基本的发育啊，兵线每一波都要守到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团战的时候，我们过去助攻。资源呢，有拿到助攻跟人头的话，就会很赚。满血的超人来单挑，就不用急了。二技能主要不要控那就好了。二技能不控的话呢，就可以一直把它还住，最后成功把它带走。中路有阿兰在守有点麻烦。OK， 上路队友干得不错，成功击杀敌方。这个红能把它反掉，交给我们的领地。OK， 有知道。这时候敌方推掉我们的下路防御塔，他们的叶娜。叶娜是我们要注意的对象，他会沉默，有点麻烦。这一场以震动来说呢，其实对龙儿不是很有利哦，一个会沉默，一个会禁锢。OK。解脱了大招之后呢，来个反打，一波连招。先说到敌方阿莱斯特，开二技能逃命。敌方也让顺一顺的过来了，回马枪。这一波我们零换三非常赚了。那罗尔最近比较少见呢，主要是因为他强势的时期有点短了，前期要发育。中期的装备还没起来的时候，还不够伤害秒到敌方哦。但是呢，收头能力是很优秀的。如果敌方呢全部打架打到差不多残血的时候，我们的进场收割就可以收光光。毕竟我的连招呢自带缓速效果。那我们来拆一个中塔，下塔才对。反正的防御塔全部拆掉。像这样子啊，我们一直推兵，一直防守，不管是进攻防守呢，都会有钱。当我们买出恶魔微笑之后呢，我们的输出就会毁天灭地了，敌方会很烦。来个赵云，稍微把他拉远他的队友哦，右边有他的队友。先说下赵云，老是叶娜，风筝一下他，不停的转向围绕着他，让他头晕晕，最后成功把他击杀。有钻呢就收手了，然后去发育，慢慢的把我们的优势扩大，拉开经济差距。锁定敌方的井哦，一直都是锁定敌方的输出英雄井跟法师，现在走井。这波我们好多助攻哦，没什么人头，但没关系，有助攻呢能够帮队友一起打赢团战，打赢游戏就是最大的荣誉哦。毕竟呢这是一个五v五的团队合作、哦。接下来我们再来推一推，这时候我们可以稍微调皮一点哦。由于已经买出恶魔微笑，而且呢我们有经济跟等级的优势，一点点优势哦。那我们单挑的话呢，可是很强的。注意敌方的赵云，竟然是锁定我，反方向跑，躲开敌方的超人，假装往右呢，但其实我们是要往左的，假装往上，其实往下。OK， 最后是一个零换二，有赚。这个蓝呢，先不急哦，把兵线洗进防御塔。看这个蓝 ，OK， 队友主动让给我们。那非常友善的史兰兹同学，先谢谢他。那毕竟罗恩呢还挺需要蓝的，我们的魔力呢很快用完。还有啊，罗的技能组自带回血哦，有蓝的话呢，我们血量也会补起来。有两次射手，赤龙的速度也很快哦。我们来推推上路。再往里面推。看到几个会大意，结果我们的大意往前冲了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再上。OK， 这波抓到两只输出英雄。有三只小兵。这里没有输出哦，那我们推不了这个塔。后面超人躲开他的推。然后围着这个叶娜，别让他跑了。远距离一技能拉走。最后
OK， 敌方挂了私人，我们兵线已经抵达了，这边可以推高地。待会啊，敌方复活时间不一样，如果他们要打架呢，可能会下水饺哦。OK， 敌方赵云失误，先打赵云，赶走敌方后面的防守，别让他们清兵线。最后吹敌方主堡，结束这场游戏。以上呢是我带来的罗俄全新造型，先零落鸟的是这样解说。那罗俄版的关键呢，记得二技能不要空，二技能不空的话呢，才能一直滑起来。那就先来收看了，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呢，喜欢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打开铃铛，也可以分享给你需要玩中路罗俄的朋友们。那我是尚恩，我们下部影片见了，拜拜。